悬疑问答，生活中的问题、烦恼、奇怪的梦境、风水，均可在此得到回答。请收听卢军红台长的悬疑问答节目。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今天呢是星期天，那么农历是6月23，7月16号。好，那么听众朋友们，今天呢我们就开始我们的那个悬疑问答节目啊。好，下面开始解答听众朋友们电话。喂，你好。喂。喂，你好。台长好。你好。个人关心不转个人台长。谢谢台长，祝台长身体健康。谢谢。台长。讲吧。听到吗？听到，请讲吧。我想问个事情，台长。我前段又做一个梦，好像说梦到一个小孩，但是是另外两个女同志抱着，说他好像是上下都好像不同样的话说的，就是这是什么意思？就说明你有超度的孩子还没有走掉啊。还见得到孩子，说明还没走掉，还要继续念，好吗？好像就是说抱着他要去找医生看病了之类的。对呀。那我许愿有一本21张够吗？许愿21张是吧？许愿21张，你试试看吧，好不好啊？一张可以，21张可以吧？对呀。另外台长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没有学的心灵法门的时候，曾经认识有的同龄人，对不起，先关心不算忏悔，好长时间都不联系了，但是现在他要打电话的，我害怕，就是说这样应该怎样处理这个事情啊，就是不想跟他见面了，要一心一意学习关心不算心灵法门的。好好念经啊，好吗？好好念经。有的时候自己的意愿，如果一门精进了，好好学佛了，把人间很多东西要放下的，如果放不下的话，那你还在人间的五欲六尘当中，好吗？另外台长，像有些同修他不会烧诵小房子，年纪比较大，就是我可以帮他烧诵吧？可以啊，因为名字上写的是给他的药精者，所以就没关系了。但是像有的同修他家里就是说他离得比较远，他有时候可能会一次写个几张空白的，然后他不会填的情况下，我可以帮他填吧，他念够几张了以后给他帮他填。我觉得像你这种人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很老实。我觉得你可以，你比较诚实。就是说因为他不会骗了或者咋回事呢，我帮他骗可以的。可以哈。可以。谢谢关心，不知道谢谢台长。另外就是说我想问一下台长，我就是好像就是身上的气老是不同的情况下，我应该给我怎样念小房子呀，或者说一天要念心经多念几遍，念多少遍比较好啊？你就觉得气场不好，气场不通的话，你最好是绕佛，就是站着在佛堂里一边念经一边自己在客厅里走走。一直坐着，我也是经常就是这样子走走念，走走念，实际上就是绕佛，但是呢顺时针走而不要逆时针走就可以了。顺时针。好，那我知道了。但是就是说心经像我一天现在应该念是，我现在已经想念小房子了吧，心经念的少了，应该最少一天念几遍比较好。念21遍一定要，像你们经常修心的人21遍以上一定要的。其实会念经的人你什么都能念呢，任何时候都是修心的场所，任何时候都是修心的境界啊。你在边上有时候人会等吗？等这个事情等那个事情，嘴巴不停的在念了，多好，对不对啊？是是是。好了。好，
那好，再见，那谢谢台长，再见，感谢台长，感谢观世音菩萨，好，再见，让别的同学打吧，好，再见。喂，你好。师傅好。啊。师傅稍等。嗯。喂，哎，你好，喂，哎，你好，哎，师傅好，嗯，今天有几个问题想请教师傅。嗯，这个明星，在这个星这个字，是不是明星都是成愿再来的菩萨呢？师傅，嗯，不能这么讲，不能这么讲，哎，每个人的缘分不同，每个人的根基不同，嗯，谁都可以成为明星，现在还有网络网星呢，网络明星也有。对，好吧。哦，那他们这种就是他也是天然想完来到人间是享受福报的，或者是还有是也是有任务的吗？师父，每一个人都具有到人间来的义务，到人间来好好做人，好好学佛。到人间来，如果你碰到好的法门、好的佛法，你就会度众生，你就会行菩萨道，啊，行佛道，所以这都是好的嘛，对不对啊？嗯，不是单单明星的问题，所有的人都具有应该弘扬佛法啦，应该传承啦，只是看你的根基和你的福德够不够，嗯。哦，明白了，谢谢师傅开始。那师傅，那些成愿再来的小菩萨，如果已经开始学我们的法门，是否也需要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才能知道自己前世的来历和今世的使命呢？师傅，肯定的，不可能是你念经就知道的，不可能的。嗯，那这种自己的使命的形式，是否与他有缘？是不是菩萨给他梦中告知呢？师傅，这种情况，各方面都会有。嗯，有的人是、有的人是灵感的感觉了，有的人是梦中了、有的人是靠别人点化了，都有。都有。哦。明白了，明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在7月11号的图腾节目里看到一个亡人在阿修罗道高的地方吗？嗯。您说他有一个欲界天的亲戚在帮他忙，想把他弄上去。请问师父，什么样的情况下欲界天的天人可以把阿修罗道的天人拉上去呢？很简单，就是因为他到了阿修罗道了、他还欠过已经在天做天人的人，就是你欠他。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在城里，如果你的乡下过去，你人家曾经帮过你，或者你欠人家的、你会帮他把他搬到城里来吗？会的。啊，就这样啊。那师傅，你比如有的亡人他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了，而那个人在欲界天，那西方极乐如果他欠西方极乐世界的那个人的，那个人在西方极乐世界也能帮他吗？师傅，菩萨都下来帮我们了，你说说看，只是一般的小菩萨他没有这个能力，对不对啊？你看，佛陀不是到人间来帮我们吗？观世音菩萨不就是到人间来帮我们吗？对不对啊？对，哎，那师傅就是前段时间不是有一个那个观世音菩萨呢过制作的那个视频嘛？当时观世音菩萨化作一个老妇人来度这些有缘众生。那想弟子想明白，那观世音菩萨化作一个老奶奶来度化有缘众生，那当今这个现代这个社会末法时期，观世音菩萨也可以化作人的样子来度化有缘众生吗？师傅？想一想吧，自己去想一想吧就好了。很多事情观世音菩萨用不着化成一个人的形状，他的思维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个人都有具有佛的本性，所以我们每个人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吗？每一个在外面度人的人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心，慈悲心在心中，他们不就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吗？哦，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有时候看图腾时会说某个人吃了很多苦，但是他不说出来，请问师傅，这种情况是否一般是因为他欠对方的，所以吃了苦也不说呢？一般都是这样。吃了苦、不说出来，他就在受。受就是在还。啊，哦，明白了。其实这种性格也有助于我们去了断缘分，是真的，对了，
所以你看很多人一直吃苦，一直吃苦，苦到后来叫什么知道吗？苦尽甘来。好了。啊，不造不造新业，不造新业，不造新业哈。哦，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不是前上周五不是说那个家里那个佛台菩萨来不来吗？嗯，你说您曾经提到过，如果菩萨住宿在就是家里，什么样的情况下菩萨能住宿在我们家里的佛台里呢？师傅，干净啊，人很干净，干净嗯。第一人很干净，第二呢思维干净，第三呢行为干净，然后呢还有环境干净，然后呢你的佛像庄严要一定的尺寸，菩萨才会来。哦，那是吧，那我家佛台住菩萨住足吗？我不知道。不知道。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那这个驻足还具有好多因素了，是吧？绝对是的。啊、嗯嗯，所以有的观音堂很小很小，佛相片也很小，但是菩萨在很远的地方可以给你加持，但是绝对不会驻足在里面的。嗯，哦，明白了，明白了。那师傅，一般这种观音堂的话，一般是菩萨驻足吧？这要看的气场。气场好不好，那个管理那个观音堂的那个一些佛友的气场好不好，虔诚不虔诚，因为这个都要护法神先同意的。嗯，哦，是这样的。哎，哎呀，很有讲究啊，很有讲究。所以你去看，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听。有一座山，山底下一个很漂亮的大庙，有大雄宝殿啊，什么都有。有一这个山呢，在往后面很陡的地方上去，一个小庙，爬上去要非常辛苦。但是呢，下面的香火一直不旺，上面的香火很旺。为什么呢？很简单，下面的主持贪心，上面的主持非常虔诚。替众生一直求，所以上面有求必应，下面的庙再大没有香火。为什么？听得懂吗？因为菩萨不来呀、啊、菩萨不来、啊、好了，明白了，明白了、哎、就是类似于我们说山不在高有仙则灵，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看你这怎么、哎、你怎么就开悟了。我讲这个故事嘛，就是山不在高有仙则灵啊。哦，啊，谢，哎，真的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嗯嗯，好，我继续问师傅，就是我们就是修心灵法门的，就是很多灵验的事例，特别是修得好的师兄，经常梦到往天上飞，有的甚至飞得很高，飞得很久。请问师傅，往上飞是不是代表他的元灵受到了加持？就好像百姓每次回一次家，能量更强大一些呢？师傅，嗯，讲得很好。就是这样，如果做梦梦中能够飞起来的话，都是境界高，因为他的那个元灵啊，就灵魂啊，非常的 pure 英文讲就是干净、哦、就是纯洁、嗯、就是这样、嗯、哦，那是否飞到像二层楼这么高是代表啥呢？对吧？哦，飞到二层楼就是他很接近阿修罗道了。哦，那飞到五层楼这么高呢？嗯，那就要慢慢的，要可以过，应该说意境当中已经过上天的日子了。嗯。哦。你只要往上看，我教你一个方法。在天上看不见人。看不见人。觉得自己在飘。那你已经在欲界天了。在欲界天。哦。如果你看见都是云。看见都是云。嗯、只看见蓝蓝的这个天，天天的这个完全是白的那个天，白的那个天，那你已经境界已经到超脱六道了，境界我知道。嗯、哦，哎，师傅，您说的这个境界，嗯，指的你说它境界在哪，在哪？那你说的这个境界，就是说他意思是说他现在走的话就上哪里，是这么个意思吧？你说对啊，你现在在人间的境界是菩萨，你走到肯定菩萨道啊。哦，你现在整天背后弄人家，你最后死的时候，你就是到轨道啊。到轨道啊。明白了，明白了。就这样。明白了。那师傅，
那么刚才梦到有的同学不是梦到和在天上和魔打斗吗？他这个是在哪个地方？和魔打斗，你知道魔性在哪里？魔性嘛，在好几层天都有啊。首先呢，在阿修罗道这个天就不得了了。全部都是好斗啊，争斗啊，嗯，所以到阿修罗道只不过是过一个接近天人的生活呀，嗯，所以为什么说人是从大梵天下来的呢？对不对？对不对？所以你看看为什么叫梵文、梵月，它不一样的啊。这个人家说好听的这个仙乐就是梵月。因为大凡人啊、人从大凡间下来的话到了人间，所以我们说继承了那种梵乐梵文啊，所以最早的古老的时候就学佛的人都用的梵文嘛，明白了吗？哎、啊、哦，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那当然了。嗯，那师傅您有空给我们奏一首梵乐吧。我看见你们奏出来肯定不是那个烦，是很烦人的烦。明白了明白了，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您不是在节目中看到有一位同修的外婆往生后乘坐心灵法门的莲花、嗯、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嗯、请问师傅，我们心灵法门有心灵净土，为何他外婆乘坐着我们法门的莲花往生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呢？什么样的情况就乘坐着心灵法门莲花去西方极乐世界呢？我问你啊、嗯、你说你坐公共汽车的时候有不同的几号公路吗？21路、38路、42路有没有啊？有的那到终点站就是一个路啊，任何交通都是帮助人进入你的境界的好的交通运输啊，实际上就是任何法门只是帮助你能够达到你的目的啊，还不懂啊？等到你达到目的，这个法门对你来说就没了，对不对啊？哎，所以连法门都要不执着，所以为什么金刚经讲到后来什么都没有，法无啊，连法都没有了，法都没有，你有什么？哦，明白了明白了。哦，是这样。嗯，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前几天你不是在录音中讲到了观地菩萨吗？你说你求观地菩萨，观地菩萨他下边那些护法神也会保佑你的。嗯，那师傅您透露一下，观地菩萨是不是他管理着所有的护法神呢？师傅，你这个用人间的思维去看菩萨，那么你就是错了、哦、你就是叫偏执了。因为观地菩萨也好，维陀菩萨也好，所有的金刚菩萨也好，他们都是护法神，他们没有谁高谁低的，他们护持的佛法，护持的人间，护持的人的正信正念，只要有不好的，他们都会共同来抵制，会来打击打磨，但是有好的，他们全部都在护持，所以不存在谁高谁低，谁管谁。听得懂了吗？明白了。嗯，哦，我知道观地菩萨是护法神中品节最高的护法神，也就是这个可以讲品位最高的护法神、嗯、那么可以这么讲、嗯、比方说这个是这个品位比较高的那个护法、嗯、那么叫大护法、嗯、大护法，对不对啊？对啊、嗯、对，就是这样、哦、其实师父他就是菩萨中的护法，其实人家观地菩萨已经是菩萨了，他是绝对菩萨中的护法，对啊、嗯、只是他是菩萨，但是他只是的、啊、他只是就是进行的那个工作，用现在话讲啊，我解释，比方说大家都是人，那么就叫菩萨，大家因为都是菩萨，对不对啊？如果到超出四道之后声闻缘觉，对吧？然后菩萨道，比方你在菩萨道里都是菩萨，但是菩萨里边他负责什么呢？他们这些菩萨们就负责护法呀，明白了吗？哦、嗯、明白了明白了，嗯，就这样。哦，是这样。好，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那您就是再问个问题，就是修心灵法门的女同修如何做个好妻子，请师傅开示一下吧。心灵法门的这个同修怎么做个好妻子？实际上不修心灵法门，不学佛的人都应该做个好妻子。不是学了佛才要做好妻子，对不对？对，学了佛之后更要做好人。
什么叫好妻子？有概念的。什么叫好？什么叫错？首先要懂得这个世界上的因果关系。第二，一切随缘，尽自己的努力去帮助别人，就叫善，对不对啊？什么叫好啊？天天跪在老公面前给他洗脚就叫好啊？这就叫好妻子啊！天天被老公骂、被老公打就叫好妻子啊？概念不一样。概念不一样。明白了吗？明白。好了。好了。哦，谢谢师傅的慈悲，谢谢师傅的慈悲开示。师傅啊，您就是有一个同修，他问，就是佛台的油灯结莲花代表菩萨来了吗？请问这个结莲花它的形成，它这个形成过程是什么呢？是什么样的呢？是菩萨献给我们增加信心的，还是菩萨直接站在这个莲花这个油灯上呢？你倒蛮喜欢研究的，我就讲给你听一点你就知道了。一个花朵在没开放的之前，在什么样的条件下会开放啊？温暖，温暖，对不对啊？在温室里的花很快就开了，对不对啊？我问你，菩萨如果到你家来，护法神到你家来，有没有佛光啊？有。佛光是不是温暖的？是不是热的？是的。好了，佛光一到，你这个火苗就慢慢结莲花了。哦，明白了。那师傅，我接着问，就是画小房子的时候发现金光闪烁嘛，就是这个金光闪闪嘛。那请问师傅，这个金光闪烁是代表小房子质量好，还是菩萨已经过问了？师傅，两种情况都有。你看，你烧锡箔上面虽然有银粉，对不对啊？但是烧不出金光的。你看小房子上面根本没有金的东西，为什么它会烧出来金色啊？里边的能量啊，明白了吗？明白。那师傅，那金光闪烁是不是地府操作了，还是天界给读诵者的信息呢？用不着的。比方说，因为有的小房子是菩萨帮你转送。有的小房子是地府直接拿，有的小房子是鬼来抢，所以能够有金色的小房子烧出来的，一定是菩萨帮你转送，或者护法神帮你转送，你就可以看到金光了。那菩萨和护法神转送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菩萨和护法神？举个简单例子，你一个家里的人已经在，比方说这个我们说在那个阿修罗道了。或者他很干净，他还在等，在中阴身的时候，他等着在投胎或者上天，因为中阴身就是在又还没到天上，还没有到下面去的时候，他只是在当中，所以叫中阴身嘛。阴嘛，因为人死了属阴嘛，所以叫中阴身。在这个情况下，你明白吗？这个时候菩萨觉得他很有佛缘，家里人又给他念经，菩萨就会把这个小房子拿了帮他结缘给他。加持呀，菩萨拿着他的能量，再加上他的小房子还的功德。举个简单例子，你今天欠人家钱，对不对啊？那么今天人家帮你还了，如果比方说，我就拿我的例子来举吧。我们弟子比方说欠人家一个情，那么今天他写了一份检查，他自己送过去，人家要骂他或者打他，因为冤结没断。那么今天呢，师父帮他拿过去，说这是某某某给你的检查信，说他做错了。你说感觉一样不啦？不一样。人家打我啊？不，人家是不是一看师傅帮他亲自送来，是不是马上就原谅他了？这还不懂啊？主要是师傅，现在知道吧？菩萨们就这么帮人的呀。有些事情他自己不出面，人家帮你去一讲，对不对啊？老婆因为老公打了老婆了，最后自己什么样，这个老婆都不能原谅老公。那么老公呢，就跑着去找丈母娘出来。丈母娘跑着来跟女儿一讲，算了，怎么一讲嘛？那么女儿就算了，这还不懂啊？你懂。那师傅，什么样的情况下就请到您的法身出面了？师傅，不是我的法身，我就举例子。
听得懂吗？哦，哎，那这人家遇到师父不搞个人崇拜，你们多求观世音菩萨就好了，明白了吗？嗯，明白明白明白。嗯，那师父，您看有位师兄说他能控制梦境，如果他说如果梦境不是太好，可以用意念回到梦境的开始重新选择，结果或可以走到另一个结局，请问这是什么概念？怎么能够控制梦境呢？有什么代表意义呢？你们赶快拜他为师吧。这么有本事的。实际上控制梦境是什么概念？就是因为你在白天在阳间的时候做梦属阴嘛，你已经修得很好了，修到自然了，叫自然缘。所以很多人念经念着来做梦也在念，听得懂了吗？是这个概念。哦，是这样啊。那师傅，我最后再问一个梦境，就是说有一个同修啊，他梦到和师傅的法身在一块嘛，在路上走，结果呢，看到路边上有一个白色的陶瓷观音，梦中意念这个白色的陶瓷观音菩萨像呢是别人丢弃的，师傅呢就对这个同修说，你把这个白色的陶瓷观音供起来，你与白衣观音有缘，这是什么意思呢，师傅？这个意思很简单，叫他供菩萨呀，他家里有佛台不啦？有，已经有了，有那么心不诚呀，对菩萨没有放在心上呀。家里有佛像，那叫着相，着相，对不对呀？你心中有菩萨，那才叫真正的菩萨到你家来了。那师傅如何做到心中有菩萨呢？师傅，你咋在这儿？如何做到？天天问，天天。想自己是讲菩萨的语言，想菩萨的思维，做菩萨的行为，你不就是菩萨吗？做一件事情，这比方说师父本来今天上午安排啊，对不对啊，跟啊一些嘉宾一起啊，他们邀请我跟他们一起有一个会面，那让一些做节目啊，再怎么样也要我们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听众啊，所以心中就是菩萨呀，要救人呐、啊，对不对啊？我的嘴巴里讲的是帮助人家，讲的是菩萨的话，行为是拿着话筒，那不就现在不就是在做菩萨的事情吗？是的，是的，师傅，其实我觉得就是今天，比如今天吧，正好是台庆，您再忙，我知道您心里这样想，再忙也要去做节目，为大家解答疑惑。哎呀，开悟了。心中有众生，你就是佛，为什么知道吗？因为众生就是佛呀，只是众生还没有觉悟的佛。那师傅您就让我们给开个照我们觉悟了吧，就是觉悟了，你看跟你讲讲，你不是觉悟很多了。明白了明白了，师傅今天的问题就问到这，祝您今天法喜充满，师傅。 好，再见。已经法喜了好几天了。那天天法喜充满，师傅。 好，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感恩。喂，你好。喂，师傅你好。师傅、那个我今天跟你说几个梦哈。好啊，师傅，那个我昨天在那个广场里发书啊，就虽然看了一下那个第十九，好像是第十九版的那个《玉律宝钞》。嗯，我一边看了，我一看这书在那个原版的基础上啊，添加了很多现代的因果案例和那个事例什么的。嗯，心想这要是能把这个，要是能把师傅观因果看图腾案例也加进一些，就更完美了。结果今天早上我就梦见我眼前出现一本。加了师傅图腾因果案例的玉律宝钞，师傅这啥意思？您能开示一下吗？这啥意思？就是你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要去随便动。师傅告诉你，佛法的东西照着前辈传下来传承就可以了。增加自己的智慧和悟性，好好度人，不要随便添加。你看我们心灵法门到现在没有一样东西是台长自己的经文啊，自己的什么，很多法门都有的，我们没有，我们完全照着赵朴初老先生的佛教念诵集在念经，所以没有任何添加剂，
听得懂吗？要纯正，就不要随便加。但是你的心很好，你完全可以把这些案例经常发送，专门印一本案例的书都给人家看，这都没问题。不要跟过去的那些文献呐、啊，或者一些文档啊放在一起，这样不好的，明白吗？哦，明白，师傅。嗯。师傅，那个我还有一个梦想跟你说一下，就是那个我上周日啊，还有在上周五不都给你打通电话吗？我上周日给你打通电话的第二天，我就梦见我上学啊，因为我经常梦见上学嘛。这次以前我不写了两篇文章嘛，然后写完文章之后梦见我上高中了，上高中之后不给我发个三道杠嘛，梦见意思我做个班干部嘛。然后但是这次那次上周日给你打上电话，第二天早上梦见我又变成小学生了。变成小学生之后吧，我每个班级里都有一口枯井，有一口井，但是我那个班级的井是枯井，然后那木头都烂得要掉渣了，我就一碰那木头上面板就稀碎稀碎的，然后就碰碎乎了。然后那个校长就给我一个红牌警告，说你以后再把班，就是意思再把这个水井弄坏的意思啊，就是意思取消我班干部的资格。然后我因为前一天不给你打电话谈那个假房子事情吗？师傅，我又不明白这个梦什么意思，能解释一下吗？就是你现在的心啊，像个枯井，还没有水源，就是没有智慧啊。所以人家说，接近流水的地方，人会有智慧。有时候你去洗个澡，你出来就会把很多事情想通、想明白了。听得懂吗？所以呢，自己要继续好好念经修心，能够今天到今天，你已经解脱很多了。想想你过去跟师父打电话痛苦万分，想想你现在已经解脱千分了吧？好好努力，坚持，菩萨不打妄语，好不好啊？是，嗯、是，好了。像那个，像师父就是说，那个就黄鼠狼特别恶心，知道吧？他走在街上吧，就看见女的吧，他非得直勾去看人几眼去。然后呢，看见背影挺好的、挺美的那种，非得走到前面，必须得看看你长得啥样。我都快闻也死的吃不懂吧。现在你知道了，你被啊这些动物附体了，所以他会、所以为什么很多巫婆啦，他因为都是被那些精啊附体啊。黄鼠狼嘛好色，你懂的呀。动物里边黄鼠狼也是属于好色，鸟也好色的。所以很多人说在人间好色的人下辈子去投黄鼠狼呀，所以这个东西没有办法。所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神经病被抓起来，他控制不住，不是他要去在火车上、在公共汽车上去做那些不好的事情，因为他身上的灵性控制他，他动作一做然后被人家抓起来一顿臭打，然后最后查出来说哎呀讲出胡话，那么其实是他身上灵性讲话，然后我们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那么送到精神病医院一段时间呢，那个灵性走掉了，他正常了，又放出来，放出来灵性再上去，那么又进医院。这个灵性病听不懂啊，所以这种事情你们要学，不学哪一天能懂啊？所以你要经常要给他念经，希望他早点离开。好啦，好不好？师傅，那个你像那个他吧，就是喜欢看。并没有太多的恶劣想法，但是他以往敏感地嘛，恶心的梦知道吧，他就会招东西。这个就是你的缘，恶缘还在身上呀，听得懂吗？人不能因为在人间啊做看到一些什么事情是吧，做到什么事情，这个就本身的控制力还是不够，明白吗？你想象一下，要把它往恶心方面想嘛，你就不会再去有自己生理上反应，对不对啊？是。那你要是走到一个猪圈里，你看那猪都不穿衣服的，他们也有生殖器啊。你看到马啊牛啊，你会有什么想法吗？恶心都恶心死了，你刚刚跑到他边上，他一团粪就出来了，他连卫生间都没有啊。你要想一想啊。所以你要好好的，菩萨一直救到你今天，师父不知道给你加持多少了。你今天能够，今天你能够还这么正常，能够打电话，这个王鼠狼不现在不惹你，我告诉你，都是你自己念经修心，师父给你加持，菩萨给你保佑啊，
真的。是的。所以要求个好师傅也不容易的，师傅为了你这个事业背了不少，你知道吗？我知道的，师傅。你知道每一次给你打完电话，师傅都烧很多小房子，你知道吗？对不起，师傅，弟子是错了。要做人要懂事情，师傅从来不讲，你今天讲讲了，我再讲起来。所以做人要有良心的。很多人师父帮自己的弟子消灾解难挡掉了，弟子都不知道，还在外面诽谤师父。你说这种人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是，好吧。好的，师父，那我今天就先说到这儿。说到这里啊，感恩您师父啊。OK OK。哎，再见。师父怕他黄鼠狼又窜出来跟我讲话了。嗯，喂，你好，师父。你好，你好，你好。哦，师父你好。你好。师父对不起，师父弟子向您请安。嗯。师父啊，师父这里弟子有梦境还有同学的问题想请师父您稍微开始一下。嗯。就是今早就是不是昨早，昨天晚早上吧。有位同学他就是之前他去跟另外一个同学放生，嗯，还有一个是不修心法门的，嗯，也跟着去放生，嗯，接着晚上呢早上吧，这个同学就梦见，嗯，在放生的地点有一只鳄鱼，嗯，然后呢当他们把那些要放生的鱼倒在那个水池里面啊，嗯，那只鳄鱼就把那些鱼都吃掉了，嗯，请师父慈悲开示这个梦境。放生有问题，放生的地点有问题。哦，地点有问题。嗯，换。所以就是，哦，换地点。嗯。那跟那个一起去放生没有修心法门的，有关系吗，师父？没有什么关系，他不修心法门，他也能放生。所有学佛的人都能放生，哦，就是不学佛的人也能放生，嗯，听得懂吗？嗯，听得懂，师父。好。好，师傅，再接就是同学五的问题。嗯。有位同学他想问师傅说，为什么有些人每当到吃饭的时间，他就是会发无名火，发脾气？请问师傅，这个是因为身上有灵性，还是有别的原因呢？很多人在吃饭的时候会发无名火，嗯，有两种。从生理现象来讲，当一个人很饿的时候，他的内分泌会失调，嗯，他的肠胃膜会饥渴，嗯，所以他血液循环会增加，会加快。嗯。然后他没有在肠胃里没有东西的话，他血液循环一圈圈就快了。然后呢，在肠胃，比方说吃得饱的人为什么要睡觉，对不对啊？嗯，因为他的大，嗯，他的血液到肠胃里去帮助消化，所以大脑缺血，人就感觉到疲倦要睡觉。当大脑里这个当肚子里比较饿的时候，他的血液循环就比较快，嗯，所以呢血液平衡比较快的血压就会有点偏高，所以饿的人非常急，所以人家为什么吃饭急吼吼啊，听得懂了吗？嗯嗯，所以急的人，那么第一一看菜上来了还不能吃，嗯，或者一看这菜不好或者怎么样，嗯，这从人的感应感觉方面来讲，他就很容易发脾气。哦，就是跟他就是不是身上感情，就是跟他对的 feeling，哦，就我们说叫 feeling， 就是感觉。哦，他比方说，他已经啊，比方说很饿了，这个弄上来，嗯，又哎呀，这个没有热好了，那个嘛，嗯，哎呀，忘了放什么了，他弄动不动就发脾气了，因为他看见，哦，看见他老婆已经有怨气了，所以他老婆做什么菜，哎呀，这么咸这么淡呢，他不合口味，他就发脾气。这是我说的是人间的，还有吗？嗯，只要有饿死鬼在身上。哦，有饿死。哎，饿死鬼。所以他就一定会发脾气。每到吃饭的时候发脾气的人，有一种可能性就饿死鬼在身上。嗯。听得懂吗？那这位同学，我们还是说，要他许愿小房子会更好吗，师傅？念经啊，总是念经啊，不管有没有，总是念经啊。嗯，因为人家说，为什么吃饭的人急的时候，就像冲着狼，狼饿的时候眼睛瞪出来，老虎饿的时候眼睛冲出来。人家说你饿死鬼投胎啊，现在听得懂了吗？哦，其实你饿的时候就是有饿死鬼会上升。好了。嗯，好，师傅，再接个问题就是，师傅，就是
同修，请问师父，在家里是否可以一天到晚都一直扫地，一天能扫到五六次？师父，请问这个恰当吗？一天到晚在家扫地，对，叫他去做清洁公司最好的。也不要在家扫了，到外面去扫啊，保护这个社会环境也很好。第二个呢，一天到晚扫地啊啊，有个什么好呢？锻炼身体，不怕吃亏。第三就是洁癖，洁癖啊，洁癖也是一种心理不正常的反应，老觉得人家脏，人家脏，除非有些人刚刚从天上下来。嗯啊，一点点脏了他就难过，因为人间脏嘛，他天上干净嘛、哦、会有洁癖的，明白了吗？哦，所以有洁癖的人就是有可能是天上下来的哦，师傅。也有可能神经病。听得懂吗？听得懂，师傅听得懂、好，师傅接着就是有同事他就是想问师傅，因为他要设佛台嘛，因为我们是师傅曾经测试过说菩萨的眼睛一定要高高过我们的头，我们的头。那想请问师父说，是否南京菩萨、观地菩萨也是一样呢？没关系，没关系的。没关系。观世音菩萨高过我们的头就可以了。哦，好好好，师父啊，这里还有最后一个问，我这里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同修的梦境，这个梦境呢，师父比较复杂一点，嗯。师傅，您慈悲听一下、我已经在慈悲听了。对不起，师傅，我对不起，我的华语真的是很不好。师傅，我感恩你，师傅。就是这个样子。同修和他梦见，他睡醒之后呢，有一个鱼缸里有一个鱼缸，一个小鱼缸在他的床旁边。鱼缸里面有一条鱼，突然间那条鱼穿过鱼缸掉在地上，同修吓到就喊他的老公。接着从窗口又再跳出一条黄色的鱼，同修就出去，他出去叫他的老公，但在房间外又有一条很大的鱼，同修就马上出去跟他老公说，然后再走进房间，又看到鱼缸里多出两条鱼，又地上仍然有两条鱼，但有一条鱼它的上方面是它的上方面的肉不见了一大块。接着同修老公就说把那四条鱼拿去放生。师父，就是他过去吃了太多的活鱼了。哦，他过去吃过的鱼把人家鱼肉吃掉都写给他看，叫他赶快去放生，就去放生哦。好，师父，这里有位同修想跟师父您说一下，等一下师父你等一下。恩师师父，弟子跟师父请安，下午好。原谅我师父，让我问一个问题。师父，我想问，因为我从小到现在就有很多的那个邪念杂念不好的意念。请问师父，那个是因为什么因缘果报让我会有这种的念头呢？师父，很多，一个是小时候在成长发育的时候看到的那些东西不是太正。第二个，爸爸妈妈身体再好的话，荷尔蒙太强也会造成欲望。第三，爸爸妈妈经常吵架，造成你对爸爸妈妈的失去信心，就会想到另外再去找个人依靠，这个时候就会有非分的意淫的意念出来。感恩师父。还有上辈子如果没有好好修，这辈子很容易犯邪淫。好了，好，谢谢师父。然后师父，因为我平常要跟菩萨上香的时候，我就可能就不太愿意去上香，因为我真的是很怕我自己的意念不好。请问师父，这个是对不对的举动？你如果觉得自己不干净，就在这边上好好静下心来念经，念经念到自己静了，觉得干净了再去上香。你又不能说因为你不干净就不上香啊。好，师父，师父，我是不是应该多念诵小房子来消我的业？心经，心经，好好把自己干净，心弄得干净一点，明白了吗？
好的，师傅，感恩师傅慈悲。啊、再见再见。感恩师傅慈悲，再见。嗯，嗯再见。喂，你好。喂。喂。喂，师傅你好。好。师傅你好，弟子给您请安了。啊。嗯。弟子呢，想麻烦问师傅一件事情。嗯。就是那个我。有一天早晨烧小房子吧、嗯、把小房子放在佛坛上之后呢，我就感觉有些身体不舒服，嗯，烧完后呢头皮发麻，哎呦，还热，嗯，有一种呢就是飘的感觉，这个人，哎呦，然后两只手臂呢腿和耳朵全身都在发麻，你整个人呢好像很小房子是你的还是别人的？我是你自己念的是吧？对啊。好，讲下去。完了然后就感觉到浑身很不利，嗯，然后大约躺了那有两个来小时吧、嗯、这种症状才一点点消失，啊、嗯、请师傅开始。那就是被邪所侵，烧小房子的时候太执着，脑子想了某一个人，想过头了，听得懂吗？啊、嗯、这个人不是我小房子的质量是吧？不是小房子质量，是说明有人已经来拿了，拿的时候或者你都看不到，师父告诉你，有的人在烧小房子的时候突然之间感觉到后背一凉，我看见过、嗯、他叫我看的时候我把他拉出来看过，过去的东西都能拉过来看的、嗯、一个鬼呀、啊、感谢他呀，就在他背上啊扑在他的背上然后亲了他一下，他说后背着凉牙齿痛。哦、那我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你这种情况嘛，至少他抱过你了，鬼呀、啊！哦，所以烧小房子的时候不要太执着。哎呀，你拿去啊！哎呀，我对不起你啊！哎呀，我希望你上天。哦、不要。哦。烧小房子不就烧小房子了、哦？明白了吗？那也就是我的要经者呗。对啦。善缘、哦，如果恶缘的话，你不是什么躺一会儿就好的事情了，听得懂了吗？哦，好，感恩师傅、嗯。再一个师傅，就是说我觉得放生的时候，就是说我每次放生的都是给家人放生的时候，然后也给同时给师傅放，每次都是先给师傅，然后呢再给家人放，这样可不可以？可以呢？每次总是给家人放，给什么？给师傅放啊？哎呦！我就说我放生的时候吧，那个我都是先给师傅放，放完之后再给家人放，这样就是可不可以？嗯，谢谢你啊，怪不得师傅最近觉得身体好像特别舒服。师傅，我的意思就是说，还是就是说我比如我要去放生，就先就是单独，我今天就是给师傅放。还是就是说可以和家人一起放、啊、当然可以一起放，你就可以比方说、哦、第一嘛尊师重道了，对不对啊、嗯、给师父放一条嘛、嗯、也是不要多一条嘛可以了，师父这个人不贪的、嗯、你们想着师父我就很开心、嗯、对不对啊，不管老妈妈什么、嗯、想着师父，师父特别发喜，我就觉得你们这些孩子值得师父爱，我就是这个感觉，明白了吗？弟子这个就是尽自己一点微薄力量、哎、我真的感觉师傅太辛苦了，一条就可以了，谢谢你。嗯，好，再一个师傅感恩你，我在梦中吧，就是一个声音告诉我，一个普陀山，一个九华山，这个是什么意思呢？你可能要多念点这个观世音菩萨的经，可能晚年你要念一些地藏经吧，我想。地藏经了，你过去学过的这个学念过地藏经不啦？我在学心灵法门之前，师傅一直在念地藏经。看见了吧？啊，师傅厉害吧？我告诉你，我一梦啊，一个准的，明白吗？说实话，师傅，就是我在念这个心灵法门之前，地藏王菩萨真的救过我的。对了，我真的很感恩。跟地藏王菩萨有缘分呢、啊，所以一边学心灵法门、嗯，一边对我们伟大的地藏王菩萨也是起尊敬心。而且你到了稍微晚年一点，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念一些，比方说你
一个星期念几遍地藏经也没关系。像你这情况是特殊，因为你可能跟地藏王菩萨特别有缘分。好了。嗯。是的，真的感恩地藏王菩萨，也感恩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菩萨不会计较 的，菩萨是特别慈悲的，听得懂吗？嗯，真的感恩师父。你看，师父。嗯，说吧，你说师父。我不说，您说，我不说，您说。我说的意思就是说，很多人，对不对啊？对，开始学心灵法门，后来学其他法门，师父怎么会去对他们不开心啊？你只要进佛门，我就开心，对不对啊？很多人从其他法门到我们这里来，我还跟他们讲要尊重其你过去的法门，这才叫师父呢，对不对啊？感恩师父。师父，再一个，我就是说，我就是说，前些日子住院出来之后吧，我就梦见了一个小二层楼。这二层楼呢，就像一个格子格，就是一年当中告我就是小房子，有点歪了。后来我就想，是不是我住院身体不好，也影响小房子的质量啊？因为我以前是看见这个，你小房子有一段时间没念好，才让你住院的，这还不懂啊？哦，你的房子歪了，你才住院的。因为我以前嘛，我看见这个楼都特高特高的，好了，就是我用意念，我一想。你，这是客气，这叫现实报。念的不好，下去了。啊，说那是不是与我这个身体不好也有关系啊？当然了，就是是不是就是这力量不足了？对啊，过去中国传统医学文化说的阴虚啊，阴是什么？对啊，什么叫虚啊？为什么佛法里面讲虚空啊？是的，那一段时间我就是真的念不动，浑身一点力量都没有。好了。就是后来我做了这个梦之后，我就觉得我确实小房子有问题了。好了。所以说我现在这些天嘛，我就是身体要觉得不舒服了吧，我就休息一会儿，听听您的录音，就是说有那个小影碟啊，我就看看那些。对。你的开示，我就歇一会儿。你这个方法非常好。这样可以是吧？是吧？对呀、啊，有时候人觉得自己很累的时候，或者觉得眼睛最近怎么这么不顺呢、啊？我告诉你，清静一下。放下一下，听听师父的白话佛法啦，接点气场也好，对不对啊？是，感恩师父。再一个，我就是前些日子，就前几天，我白天念经的时候，我觉得很困，然后我就说那我就睡一会儿吧，我就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就是很暗的地方，我背着两个小包，里边儿基本上没有东西，是空的，然后就往好像往一个有床的地方在走，然后里边没人。我坐下之后呢，然后就看见有三床棉被，就是叠在那个，就是放在其他的床上。然后这时候有一个男人在炒菜，我一看炒的都是蔬菜，完了他就叫我吃饭。后来我就想，我又不认识他，我就没有理他。然后这个梦就醒了，请师傅开始。麻烦了，你这个梦是到下面去过了。嗯。你要特别当心了。你躲过一个鬼门关，如果那床被子也铺在床上，说不定就你了。那个男的肯定是个鬼啊，在下面。是的，后来我因为心想我不认识他，我就没理他。好了，现在知道了吗？师傅，躲过。我今年是63岁。哎呦，躲过一劫了。躲过一劫。躲过一劫啊！感恩师傅，感恩菩萨。好了。嗯，好了，师傅，感恩你，保重身体。再见啊。再见师傅，保重身体，再见。谢谢。好，听众朋友们，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节目就到这儿结束了。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广告之后回到节目中来。